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呢，我们在 Ontario 的 Christopher Holmes 的 Dorado 小区来看房子。那么这个小区呢是刚刚 released 的，所以是一个新盘。那它小区的样板房的户型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2500尺到2900尺，它呢一共有三个户型，都是四个卧室、三个洗手间、双车库的设计，都是独栋，而且这边的 HOA 呢也是比较低的，价钱呢因为现在在刚开始也是非常便宜的。那么这个小区有一个非常好的 location 是什么呢？它的正对面就是我们的 Costco， 就是好事多。那么好事多这个广场里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设施，比如说燕澳啊、 Amazon 啊，还有很多很多Porsche 啊，这些企业都在对面的 Plaza 里面，所以说 location 是非常不错的。那它虽然说归属于 City of Ontario， 是安大略城市呢，但它其实的地点是算在东部，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那我们今天参观的呢是样板房3号，2960尺，四房三卫，带有二楼的 loft， 双车库。那大家就请参观一下吧。
呢就是今天的视频。那米拉再次给大家总结一下，我们今天参观了位于 Ontario 城市 Costco 正对面的 Christopher 小区 Dorado 这个小区的户型三号。那么户型三号呢，它是四房三卫的设计，它的售价呢是58万6000起。那么它的现房呢大概是6月和7月可以交房。那么这个小区呢还有户型一和户型二，分别都是四房三卫的设计。那户型一呢是2510尺，户型二呢是2749尺，都是今年夏天可以交房的。那它的 HOA 现在是172块钱每个月，那小区完成的时候呢最终会降到118元每个月。那么这边的地税是包含重建税的，所以说这边的地税呢大概是1.85%左右，但是这个房价在这边算是比较便宜的，所以 overall 你的税率，你的地税交的也不会特别的多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记得给我点个赞、订阅、转发、加评论哦。我是 Mina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